肯定会啦。虽然讲伊爸母无好多甲伊饲养大汉，伊还毋过伊够有懒啊。明珠嘛真正会当变成囡仔真正的卡桑啊！我咧带伊辛苦。阿母，明珠还袂食饭呢。甲心交好啊，我就要向你求婚啊！咱的约束就伫咧明仔载啊，你一定爱来。每礼拜到拜五暗时八点，台视《生生世世》。